有些从不会感到疲倦，就算雨下在眼前，也不细心走出生活边缘。还剩下一场雷电，还剩下一个瞬间，满腔的热血已在冒烟。我准备吧，让世界变变。你们是不是都有大门口留上一个那个许愿便利贴？有认真写吗？我们会真的实现，没有写很色情的吧？我们也会实现哦。会实现被抓走了。好，我们把板子送上来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许的愿有哪些。这么多？如果你的心愿是被炎亚纶公主抱，我们当然就是直接把你抱起来。有人还是会幻想公主抱这件事吗？还是会吧，因为你还是偶像啊。好，我们先随便选十个吧，你可以偷瞄一下。我刚才已经有看到一个，我想直接拿掉了。好，快把它拿掉，好不好？这里有一个，等你飞轮海合体。